脊柱痛点呢，在小指、掌指关节尺侧，赤白肉脊处。在小指、掌指关节尺侧，赤白肉脊处。脊柱痛，腰脊强直，活动受限。脊柱痛，腰脊强直，活动受限。直刺2分，斜刺5至8分。那么在你运用手法过程当中，另提患者活动腰背，活动脊背，活动脊背。那么医者呢，也可以给他一下按揉一下脊背，就是帮着他气血能够很快的过去。